中地产立足香港服务大湾区，亦都系一直以嚟为我哋大湾区嘅各位商务客户提供最极致嘅服务，令到每一位嘅客户可以拥有湾区，尽显湾区福利。 中天嘅理念咧，都系提供呢个极致服务，帮助港澳海外客户咧融入大湾区生活嘅，足不出户落到楼可以揾到中天，从买楼到办手续、收楼啦、验楼啦、装修咧，各盘出租，我哋系提供一条龙嘅服务嘅。感谢我哋新老客户支持啦，咁我哋中天咧会继续秉承我哋嘅极致服务，助大家融入湾区生活嘅。 中軒地產極致服務，助你融入灣區生活。大家好，今期咧又係我 Nico 啦。大家好，我華僑城芳芳。今日咧就同芳芳嚟到我哋嘅華僑城小學啦。因為今日咧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啦，9月1號，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右手邊咧已經係有啲小學生放學翻屋企啦。呢個係祖國未來嘅花朵啊！未來嘅花朵。係啦。嗱，咁今日咧就好喜慶嘅，9月1號華僑城小學盛大開學啦。係啦。好多學生咧就享受。 呢啲係第一批入學嘅學生，咁以後咧都有排講噶啦。我係第一批入學華僑城小學嘅學生嚟嘅，可以講呢個牛鞭拍大，又排吹，係啊，可以講話佢哋都係好得意啊！好多小朋友，哇！我都好想翻去翻學啊！嗱，咁今日咧就帶大家嚟感受下一個華僑城配套嘅一個小學嘅成個氛圍啊！嗰度睇睇，係啊，因為呢個咧就會做咗一個圖書館。 係啊，其實好少學校入面會有一個專門咧一棟樓去做翻圖書館。而且仲要係小學。係啦，可以講話我哋呢個華僑城小學嘅一個配置，已經係匹配咗呢個私立學校嘅配置。但係我哋係公立，係大家可以知道。呢個係公立嘅一個小學嚟嘅。係啊，可以講話我哋華僑城業主嘅一個小朋友咧係首批去做翻呢個學校嘅。大家可以見到咧，呢個就係整個校區嘅一個規模。呢個就係佢個樓體結構。咁我哋而家會喺呢個位置。 圖書館啦，呢啲行政辦公樓，係啦，咁呢個廚房喺呢度喎，5休室廚房地下室喺呢邊。輔助用房。係啦，咁呢啲咧就係教學樓。嗯。呢一個形狀就教學樓嘅，不過呢度我哋可以見到佢有階梯課室啦，音樂課室、舞蹈室嚇，仲有嘅呢個體育館嘅。係。啊，呢邊出嚟就係操場嗰一邊啦。哇！呢邊就一個單獨嘅一個操場嘅規劃喺度喎。係啊。 哇！一個小學，佢有一個籃球場，兩個羽毛球場，加個足球場。嗯，兩個籃球場都唔係一個。有羽毛球場，呢度仲有一個泳池啊！真係好犀利。呢個泳池真係可以講話私立學校嘅標配。我都會見到佢可以做咗呢個叫做跳遠。嗯。我哋係咪叫跳遠啊？同埋圓球，開圓球。哇！呢啲好多。我哋以前嘅體育課，基本上我哋咧就係圍住一個可能跑道啦、跑圈嘅。咁呢度咧就除咗跑道之餘。 仲有各方面嘅啲運動設施喺度嘅。嗯，係啊，就非常之靚仔啦。36班最大班係45人，大家都可以講話，佢北邊就係長利河嗰個長河堤部分。係。咁我哋帶大家行一圈啦，俾大家感受下。都活動區，因為其實佢會陸續做翻好，係啊，因為而家係9月份，我哋都係比較急開學。係。因為好多家長好急啊。而家仲要逐步完善啦。嗯。 可以見到佢好有規模，分批咁放學。因為疫情咧，我哋入嚟都係佩戴翻個口罩。要戴翻口罩。哇！咁跟住呢度都會有一個。哇！好特色喎呢啲。係啦，家長開放日嘅一個活動室都會有埋。係。咁呢邊肯定係個教學樓。教學樓呢邊。嗯。
咁我哋喺前面呢度。係啦，前邊呢度啦。我哋行去體育個足球場嗰邊咧。嗯。哇！啲小朋友真係好幸福。超幸福。嗱，包括我哋過多一排見到佢嘅校服逐步完，逐步買翻嚟，跟住同一書包啊，哇！嗰種感覺仲加嗰個 view 仲加靚啦。係啊。因為好多而家咧就慢慢完善，啲校服係未訂翻嚟嘅。嗯。咁到時統一校服、統一背囊咧，就會俾大家感受到一個小學嘅一個高級感喺度啦。嗱，呢個就係綜合樓啦。嗰陣我哋睇過嘅，大概會有舞蹈室啊、綜合室啊、影視室都會喺呢邊嘅，仲有一個階梯教室。好似我哋展示廳嗰、那個階梯教室，都係好特色嘅一個，真係私立學校嘅標本。呢度都係顛覆咗我對私立學校，真係顛覆到我對私立學校一個認知啊！公立係啊，公立學校係啦，同私做到同私立學校差唔多，貴族學校只係講。我哋睇呢邊。小學配埋泳池。嗯。哇！你睇下出面啲家長排曬隊啊！咁我相信大部分都係我哋華僑城嘅業主嚟噶啦。嗱，可以講話我哋希望嘅 D 一、D 二、D 三，嗯，包括好似 D 六嘅呢邊窗都望出嚟，都可以望到呢一邊嘅。係啊。係啦。咁一陣咧，我哋都會上翻去樓上啦，俾大家感受一下我哋喺單位上邊望落嚟嘅一個景觀都望到嘅。係啦，哇！呢、這個你見到呢啲顏色，即係好特色嚟之餘咧，又配套齊全，好 有活力啊！係啊，即係搞到我哋好似好想翻學。我自己都想翻學。風雨球場應該係個室內球場。室內球場係啊，係啦。哇！咁呢個就體育館。公立噶，免費噶。嗱，免費噶，呢度係一個免費嘅公立小學嚇。嗯。華僑城真係有實力啊！你睇起喺呢個位置，我哋喺教學樓上邊望出去，望到咩咧？望到我哋一個長利湖。喂，呢啲跑步。哇，好遠喎。係啊，好正喎。得閒我都想溜入嚟運動下。籃球場、足球場、羽毛球場，跟住我見到中間好似有一個跳遠嘅，係嗰度跳遠。嗱，包括呢邊咧，其實。四華僑城小學入邊，你睇啲 cam 頭好多嘅，一圈都係。係啊，依家標配嘅。住呢個安全隱患啦，安全就好重要嘅。係啦，咁跟住佢啲排水系統啊，各方面系統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即係同我哋舊式啲唔一樣啊。我哋舊式嗰啲一啲啲網格咁，跟住好難睇，同埋咧就安全冇咁高。呢啲係將呢個軟基鋪埋咗。哇！呢個跑道咧～好軟熟啊！冇啊！拍完片先啦。咁嗰邊咧就係嗰個濕地公園。呢度仲有一個羽毛球場喎。係啦，哇！其實濕地公園都好靚喎，你有冇去？下次你要去嗰邊感受一下。係啊，哇！咁如果我喺教學樓，其實我哋教學樓佢午間休息嘅時候，或者係中間即係上完兩節課，中間有休息時間啦。做完眼部健操，你去望翻出邊，望翻我哋一個長利湖喎。係啦，嗱，其實我哋都可以見到嗰座網紅橋。嗯。哇，其實咧學校真係好靚，好舒服。我成日上高樓望落嚟，見到呢個顏色，呢個跑道顏色，真係為咗，因為周邊都係綠植啊嘛。嗯。跟住佢有紅色嘅，其實係好有特色，好舒服。搭配得好舒服咯，好有活力嘅。係啦，咁嗰一邊咧，大家可以見到就係兩館一公。嗯。肇慶市嘅文化發展中心嘅檔案館啦，文化館啦。青少年宮，咁隨住呢個學生越來越多啦，我相信呢個市政嘅配套都會係逐漸開放啦，越來越完善啦，係啦。咁無論對我哋嘅家長啦，定係小朋友都會非常之好嘅。嗱，咁前面呢個國旗呢個位置咧，就肯定係平時我哋小學生集體喺度集中升旗嘅位置啦。係啦，我哋呢個位置做一次小學生。下次過嚟做下小學生。係，因為我有了解過，我有一個業主嘅小朋友啊，佢就係做。升旗手，升旗手，啊，護旗手啊，係啊。OK， 咁我哋再上呢個入去體育館啦，俾大家再感受一下啦。因為今次咧嚟主要就俾大家睇下一個最新嘅華僑城小學情況。嗯。佢有好多嘢咧陸續完善緊啊。咁相信咧到時整完之後會更加多有啲牆體啊，包括係有啲特色嘅宣傳嗰啲海報喺度嘅。係啦。係啦。咁而家咧佢就會相對較少啲，因為慢慢佢完善緊，係講緊開學啊嘛。嗯，係啦。同埋咧，今次針對開學咧，華僑城喺九月份都會有幾套靚單位做咗特價嘅。係啊，因為今次嚟咧，我哋本身原先就去拍特價單位，啱、好咧就撞正九月一號，由小學開學，咁肯定第一手資訊帶俾觀眾朋友嘅。係啦，咁我哋可以去睇翻佢嘅一個位置。體育館啦。
OK， 呢邊入邊就好似仲係執整緊啦。呢個體育館。係。哦，室內籃球場。哇！哇！小學。哇！叫小學啊！我好想買一個約啲同事過呢度打籃球啊！呢個球場咁嘅規模，我哋出去租個場一晚都要200-300蚊。跟住上面都有啲觀眾區啦。哇！幫你學彩喎，好犀利喎呢個。哇！呢個小學真係不得了。係啊，以前我哋開早會啊，有時候，嗰個落雨嘅時候都要有毛毛雨，基本都要喺出面開嘅。咁如果有呢個室內籃球場嘅話，好似啲星期一啊各方面，其實都可以喺翻呢邊。咁就保障翻小學生啊，佢哋嘅體育時間啦，完全唔使怕被體育老師佔用啲體育課，唔係被語文老師佔用體育課。呢邊其實針對小朋友真係最中意嘅就係體育課啦，係啊，風雨球場，哇好！不過我哋見到都係逐步，慢慢完善緊啦，係。係呢個階梯教室啊，各方面嘅一個部分。係，佢應該目前咧就係先將啲課室先整好，咁啲活動區域咧就好似足球場呢一塊啦，就已經可以使用噶啦。係啦。咁室內啲咧，佢就係逐步係完善緊啦。咁相信下一次我嚟。包括入到嚟呢度去拍攝俾大家睇咧，會更加靚仔嘅。嗱，咁而家我哋就行得差唔多啦。咁又入翻重點，我哋上去睇翻我哋一個華僑城 D 四棟嘅兩推薦單位，最優惠嘅近期最優惠嘅單位啦，可以做分期嘅喎。可以做按揭。係啊，可以做按揭嘅。咁一事不宜遲咧，我哋就上去實體去上面睇一睇一個18樓嘅景觀啦，樣板間。OK， 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板房啦。咁業主咧有個香港朋友啦，都喺度睇緊嘅。係啦，係啦。咁呢個咧係靈異户型，大家可以感受下呢、這個。其實我最中意呢個户型嘅一個特點就係，我一推開呢個門，直接望鴛鴦湖。直接望到呢個鴛鴦湖，前頭可能會有啲曝光。嗰邊鴛鴦湖，成個湖面就喺我面前。係。即係有時候我會可能放工嘅時候好攰，我一打開個湖。即係打開門見到個湖面，可以講下我個心情已經係非常治愈，加上解壓。係啦，嗱可以見到咧，呢個户型都會做咗呢個位置啦。咁我哋作為景觀窗之餘，都會可以做翻一個坐住換鞋嘅位置。大家感受下平時喺度換鞋，我換個頭，好似我哋平時換鞋咁啦，著鞋嘅時候掉頭一望就已經係一個景色啦。可以講話佢係南西邊都會係一個景觀嘅，係啊。咁好似做好嘅鞋櫃交付。咁如果覺得鞋櫃嗱實話實說，呢個鞋櫃咧就顯得比較小氣啦。係啦，因為冇辦法，佢係統一標配嘅，統一標配嘅尺寸係啊。如果真係自己做大過嚟咯，咁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去整下一個設計 design 都係非常之好。係啊，咁呢個位置其實好好利用啦，咁大嘅空間。係啦，咁可以見到佢一個樹廳。呢度係樹廳。係啦。咁其實樹廳嘅感覺咧，俾我感受個 view。因為佢設計咗嗰個背景牆，電視背景牆就係呢個位置嘅。係啦。咁呢邊係沙發位，但係換咗換著我嚇，我會將嗰個沙發位換翻喺呢一邊。係啊，換翻呢邊正好多。我今日先同個設計哥哥去度討論呢個問題，我話做咩唔敢整？因為佢會考慮到一樣嘢，因為一般嘅設計都會考慮到就係電視機唔配放喺主人房誒個嗰邊。嗰個牆係啦，會擔心影響主人嘅一個休息嘅，所以佢喺佢嘅設計理念入面，所以係咁做嘅。係啊，其實呢啲可以根據自己嘅個人需求去整。坐呢邊咧就更加好方便你咁去欣賞呢個鴛鴦湖一個景色啦。因為其實呢套單位咧最直接嘅一個感官就係我望翻呢個鴛鴦湖。係啦。可以見到佢係三推嘅趟門啦，同埋做咗呢個窗簾盒嘅一個交付啦，係啊，咁都係非常之方便。包括我有好多業主出咗嚟啊，記唔記得上次業主我哋睇過啊？係啊，睇完之後完全就覺得，除咗呢度，其他佢都係覺得差少少。係啊，差啲。嗱，咁攝影師出嚟俾大家再感受一下呢個大陽台望出去7.3米，我哋同攝影師嘅7.3米嘅一個距離，打個羽毛球。係打羽毛球都得。係啊，呢、這個。華僑城嘅一個1.7米、1.8米嘅一個標配嘅超闊陽台啦，係啊，放張好似我哋放張嗰個茶凳喺度，飲個茶，嘆住呢個湖景。咁其實佢南邊嚟嘅喎，呢個可以講話係南偏西少少。彩光包括佢一個風景咧都非常好呢邊。係啦，兩館一公嘅後花園啦，同埋呢個3000畝嘅鴛鴦湖啦。嗱，包括我哋呢個方向可以望翻我哋華僑城小學嘅一部分啦。
小學和前面的一個長里河，三座網紅橋。其實只要入到嚟，我哋係除了實體場之外，只要可以睇得出出邊地，睇到出邊嘅地方，全部都是風景。係啦，起來燈全部都在我哋眼前啦。咁呢邊南邊咧就望翻去兩個一個後花園啦，三千畝艷陽園，西江凌陽學呢邊。咁現時呢啲單位仲有冇咩樓層可以揀啊？少啲喎。少啲啊？少啲啊，係啊，所以其實一定要手快嘅。因為好似呢個單位嘅話，咁我哋而家喺18樓啦。當然大家可以見到湖面同埋呢個兩觀一宮嘅頂嘅一個距離嘅。我哋當然係越高樓層就會睇到更多個湖面。你越高，你望咗呢個艷陽之餘咧，仲可以望翻我哋一個西江。係啦，因為其實呢個户型嘅話，我更會推薦係可以講話18樓以上啦。十八樓以上。咁呢個户型仲剩翻一個。十九我過兩天賣的，因為我給了臨頂，十九就沒有了，就去到23、24和頂樓是的，最推薦的高樓層就是這三個單位。其實頂樓的話我覺得都 OK， 因為華僑成品質我們信得過嘛，頂樓的話你望出去景觀一定是個 view 是 最舒服的。我們去這邊先，這邊就是一個飯廳，是的，跟著我們的廚房，廚房好似華僑城嘅交配，三件套啦，金牌廚櫃啦，同埋呢個涼霸啦，單開門冰箱位，係啦，雙陽台設計嚟㗎，呢個可以講話生活陽台。嗱呢邊咧，哇！我可以望到啲水街嘅，係，咁呢邊咧望出去都仲可以望少少水街嘅。OK， 咁我哋再睇翻啲休息區啦。系啦，嗱，佢就係一個飛機户型啦，分開兩邊嘅一個休息區嚟嘅，房間係房間。咁其實可以講話係飛機户型咧，佢呢個就冇走廊位啦，所以佢嘅實用性非常之高。其實兩邊咧都完全係可以單獨分開使用，因為佢中間咧有個淋浴間喺度嘅。咁咧，其實呢邊兩間房都可以照顧到。喂，可以感受呢個淋浴間。其實一個人最攰嘅時候，去沖個涼嘅時候咧，真係最放鬆嘅時候。我沖涼嘅時候都可以睇到呢個長里湖呢個景觀。咁當然呢啲咧肯定高樓層，你高樓層望出去景觀咧肯定更加靚嘅。哦，咁呢邊咧就有一個圓籠房，呢度就係半贈送嘅。係啦，陽台嗰房半贈送嘅間房，都係做咗大窗台。哦，呢間房我要做書房一流啦。係啦。你直接係每日都望住個湖景，係。長里湖嘅湖景。而且樓下咧有條跑道，咁夜晚咧都好多人喺度散步嘅。咁呢度都會有一間套房，因為佢138方，佢都係做咗雙主套呢個形式嘅。其實我覺得呢套單位咧就好多創作空間可以去改變一下。咁佢呢個就係佢嘅細主套主衛間。主衛間望出去都係景觀嚟嘅，都係我哋嘅長。我都話呢兩個衛生間係非常之奢侈。係好奢侈嘅景觀。睇住呢個長里河沖涼。嗱，咁呢間咧一樣係南向連接陽台嗰間客房。係，跟住成個湖面全部低曬。一瞓醒，喺日出之前咧，日出嘅時候你望翻呢個景觀咧，肯定係好震撼嘅。係啦。因為而家咧，我哋相機睇嘅，因為我講好多次，相機睇出去肯定同冇真實咁震撼。所以咪好多業主收樓翻嚟之後睇翻佢個樓，哇，好驚喜啊！係啊，因為佢當時喺視頻睇入面都覺得，非常之 OK 喎，前面係嘛，有山有水咁，一嚟到之後先發現，哇，原來超乎自己想象。係啦，嗱，咁呢間房咧都有成10個方嘅，佢都會有飄台打好交付咗噶啦。係啦，而且做咗大窗，呢間房係向翻東面嘅。向翻東面。係啦，相對嚟講，佢會更加安靜啊，舒服。係啦，咁都會見到少少卡洛星球水街呢一邊嘅喎。係，咁到時呢邊成個規劃整起身之後咧，望出去景色肯定更加靚。係啦，就好似我哋學校嗰邊逐漸完善嘅話，其實一樣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呢間係超大主套，主人房係啦，16個幾方嘅超大主套咯。哇！主人房，因為呢度都係有成3立方飄台打好交付啊嘛，上升非常之高。其實我呢個主人房，我一打開門已經見到成個湖面，係成個湖面，同我哋喺翻屋企入門啊，入户大門打開門嘅標係一樣嘅。係啦，艷陽湖啦，西江凌陽學呢一邊，係啦，咁呢個係凌耀湖型。
包括佢嘅一個臨時間，係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個空間。其實這個户型咧就好多想像空間啦，俾大家去諗一諗，構思一下點樣可以利用佢最大化。嗯，因為面積就放喺度，而且咧景觀都有嘅。嗱，咁大致嘅呢個就係我哋嘅靈異户型啦。嗯，咁然之後我哋再睇翻回顧翻我哋一個大面積嘅。係啦。係啦。咁其實可以睇翻，其實今個月九月份嚇，大家可以留意翻。咁其實我哋喺一個，因為冇咩樓層啦，十八樓我就買咗，十八樓以上基本都係23、24、26層。咁我哋23樓都會申請咗一個關於九月嘅一個可以講話我哋宣傳嘅單位，因為環橋城每個月都會有幾套可以講話係特價去作為宣傳嘅一個單位。咁正常，因為如果香港客户嚟講，一次性付款佢咪有好多好多折扣嘅，因為會有一次性嘅一個97折啊，同埋一個七天付款嘅900折。咁呢套單位如果即係我今次嘅特價，我更推薦客户去做翻啲按揭嘅。做按揭係啊，按揭知唔知點解？如果做按揭嘅話，你個價錢有冇咩唔同先？有啊，所以咪有一個一口價啊嘛。今個月嘅按揭都會有一個一口價，可以講話呢套單位我哋之前要買到，可以講話160萬先可以做按揭。咁呢套今個月嘅話係150萬可以做按揭咯喎。150萬即係總房價都係150萬，仲可以做按揭。係啦，做按揭係咩銀行啊？可以講交通銀行。交通銀行嘅交通銀行可以講話呢套單位喺今個月入面按揭都可以攞曬咗我哋嘅一次性嘅折扣嘅，所以我哋呢套單位呢、這個2302。係比較推薦大家去做翻按揭一個選擇，係啦。嗱，咁靈異單位，如果有觀眾朋友咧覺得唔想一次性攞咁大筆錢出嚟去做投資或者買間屋嘅話咧，可以選擇做按揭。咁而家價錢優惠，仲加上去做我哋一個交通銀行嘅香港按揭啦。咁如果係有興趣，一定要快快手啦，因為似華僑城咧都比較少有啲咁嘅優惠㗎啦。係啦，方方我都經常問啦，係有冇特價冇？係啊，經常一問都係冇。咁啱好撞正呢次有啲特價咧，而且去做按揭。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即時聯繫翻我哋啦。咁我哋而家就去睇翻另外一套單位先。嗱 ，OK， 咁啱先同芳芳睇完02單位啦，而家我哋睇翻個01單位啦。係啦。01單位咧都係一個無敵景觀嘅單位啊！咁呢套單位咧就係4房2廳，三位嘅。係啦。呢套單位都係叫做143平大面積單位，好多業主咧入到嚟都係睇到讚不絕口嘅。係啦。可以講話佢嘅一個係做咗環廳啦，佢嘅嗰一個户型實用性更加高啲，而且可以講話佢係雙面都係窗台，所以係呢、這個單位可以講話係入門最通透嘅一個單位，係啦，可以講話嘅係貴啊，又係做大啲，唔係環城嘅標配係咁啊，我都冇辦法，係啊，我都冇辦法，因為佢嘅尺寸因為太多户型啦，佢係固定咗廠家去搞嘅，所以呢、這個呢、這個咧就到時業主翻嚟咧，如果要整嘅話，可能再做大啲啦，啲整得大氣啲。其實咧，留翻少少空間，可以根據業主自己嘅需求去改。咁呢邊個標窗位係打咗嘅。係啊，我哋打咗。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所有都係交付標準。交付標準。係啦。嗱，咁呢邊咧就少咗一個係可以坐住半台嘅位置啦。不過呢個位置咧，其實你平時落班翻嚟喺度欣賞下啲風景都 OK， 因為呢度咧望出嘅景觀真係無敵嘅。咁我哋係望翻個體育館，包括係一個觀光塔。呢啲咁嘅景觀基本上新區都好難揾到噶啦。其實呢個位置我更建議業主買兩台單車。買兩台單車放喺度。放喺呢度，係因為咁靚。包括其實鴛鴦湖同埋長利湖真係好大啊！如果行一圈跑一圈，可能會好咩？咁放部單車，得閒有部單車嘅感覺會更加好。剛好有一個位置，就唔需要話攞一間雜物房一個封面房間嚟放佢咯。係啦。咁入到嚟咧，其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個景觀啊。我哋四面咧都有玻璃嘅，最緊要佢係好通透，好通透。特別呢個單位，大家留意一下，我哋係冇開燈嘅，係冇開燈。而家仲未開燈情況下，而家都係下午差唔多成4:30啦，而且今日係陰天冇太陽嘅情況下，大家感受一下個採光度係一流嘅。36方嘅超大環廳，咁我哋可以睇翻廚房。廚房這個呢個咧，有好多香港業主咪中意話雙面冰箱嘅，啱好夠曬位，就絕對夠啦。標配嘅生煙號啊、廚櫃啊，都係有嘅呢啲，係呢啲全部交付標準啦。咁呢度仲會多出一個生活陽台咯，生活露台，可以講話我將洗衣機、烘乾機、晾衫全部放喺度。係，咁我做住家務個景都唔齋嘅。嚇，呢邊咧做住家務仲可以感受一下華僑城小學一個年輕小朋友讀書嗰個氛圍啊！
4:30，一般正常放學應該都是5:30左右啦。會有兩種，一種是看下家長需唔需要托管。托管。因為有些晚托就要6:00嘅。嗱，小朋友，小朋友就放學啦。係啦，有一班小朋友已經出緊嚟啦。同埋咧，因為疫情啦，同埋車輛嘅截流啦，佢會可以講話係兩年級會做咗一個時間嘅分流嘅。分批去放學。係、哦、啊，分批放學。去出學校。嗯，係啦。嗱，可以睇翻呢邊係餐廳嘅一個大窗，咁佢可以講話我哋呢個窗台望出去都食飯。飯廳呢度都好大想像空間，好大想像空間，可以做嘅一個收納櫃啦，係啦，筵台、長台，咁其實我會更中意呢個，肯定有放個大梳化啦。飯廳嘅話，你肯定大梳飯廳過嚟大梳梳大梳化，跟住放個大投影。大投影係。咁哪怕我食飯嘅時候，都可以睇住呢個電視。可以望翻個電視咯，睇得比較清晰啲。都可以望埋兩邊嘅一個湖景。呢邊又係望翻我哋鴛鴦湖啦。嗱，可以講話我哋呢邊咁出去咧，就係鴛鴦湖咯、西江、羚羊河呢個全部都可以見到啦。哇！啲小朋友好幸福啊，放學啦。一日之中最期待的時間咁其實咧，我係完全感受到啦。如果俾我小學嘅時候可以喺啲咁高大上嘅學校入邊讀書咧，係一件非常幸福嘅事。會努力啲啊嘛？係一定會努力啲嘅。努力。嗱，後面就係長里河。呢個學校規模咧，其實我覺得已經唔係小學規模啦，已經接近我哋嗰個。重點高初中啊！我看到很多啲業主佢哋都行路，即係慢慢散步過嚟接送小朋友啦。呢啲就是我哋華僑城業主的福利啦。係啊，幾疏乎就係真係唔需要揸車啊，唔需要呢個通勤的時間。無論你在時間啊，同埋呢個精力方面，真係會慳好多成本嘅。而且小朋友咧喺度讀書有一個好處咧，就是佢喺課室望出嚟，全部都是綠植。嗯，對你眼睛咧都有幫助。係啊，非常之好。調查佢咪近視生少，係啦。咁可以講話呢邊咧就係房間個位置，又係陽台改房，係啦，搬新裝。哇！呢間房正啊，呢間係好貼近我哋一個體育公園，包括喜來登咗觀光塔，三個地標全部望曬。樓下係啊，嗰個沙灘公園嗰晚我都過去游水，去游水原來嗰個泳池啊，我落去到先感覺到好大好大啊！係啦，我游一圈真係有啲吃力。嗱，咁過到泳池咧，就係我哋平時晚黑直播路過去睇到一個夜市之餘，對面有個好隆重嘅音樂氛圍一個地方啦。係啦，因為其實依家過咗暑假啦，佢嗰個活動會撤咗啦，佢會針對暑假同埋呢啲。節假日啊，各方面先會做嘅，去搞啲活動咯。係啊，所以其實唔需要擔心佢會好嘈，反而對我哋平時帶小朋友都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係啊，呢個工位。工位。哇！我係叫整啲奢侈位增加。我都話其實整個希岸啊，特別係我哋01、02、04單元嘅一個景觀嘅話，係啊，可以講話真係用奢侈兩個字去形容嘅。嗱，點解我一到你搖曬頭咧？因為我見到咁嘅景觀，佢放喺一個樓間度。好浪費，係好浪費，冇辦法。我哋係每一間房都會大概係咁嘅一個景觀嘅。係，因為呢個景觀咧，你換喺邊個開發商度都好，肯定會將佢放喺一個房間或者係大廳嘅一個景觀嚟嘅。呢間房。咁華僑城過到你呢邊係基本上你望出去都係景觀。即係佢係前後左右一圈都係景觀嘅。係。咁呢間房11.5個方就係連接陽台嘅，佢都係望翻出整個鴛鴦湖、西江、羚羊峽嗰個景觀。如果我瞓呢個單位咧，可能我會賴床。唔想起嘅。唔想起啦，因為呢個景觀可以講話係非常之舒服嘅一個辦法。咁我哋呢邊會有一個細嘅套房。佢會套房嘅喎，因為呢個會做咗比較隱私嘅一個開門設計。係啦，咁可以入去感受下呢個衞生間。哇！華僑城呢個細套房嘅衞生間。哇！你呢個直接係啲緊湊型單位嘅一個主人房啊，係啊，主房嘅一個設計，同埋大窗，包括係景觀嘅。同景觀一樣係咁奢侈，都係望翻我哋成個新區嘅。係啦。你去啲緊湊型啲嘅面積嗰啲單位啦，可能佢個衞生間主位係咁上下啦，係啊。咁呢個都係有天台大好交付嘅，咁一樣係望翻去長里河啦、體育公園啦呢邊。
其實新區你該享受的嗰啲景色咧，都完全享受曬嘅啦。全部都喺華僑城嘅掌握之下，五指山下。係啦。嗱，呢個會有一個超大主圖，係啦，咁一樣會有一個大衞生間啦。嗯。給大家看看，其實如果這麼大的單位143平，這個主人房就應該做過浴缸了。嗯，這個位置做過浴缸完全適合位置。是啊，可以啊。嗯，將這個缸收回來整一整它，將它位置再調一調。其實呢就可以切一半。嗯，切一半。這個做淋浴區，這邊放回浴缸，其實是剛好的。咁浴缸嘅話咧，第一隱私性好，係啦。第二你可以望翻個景色。因為呢個樓體設計佢係十字形嘅設計啊嘛，絕對嘅每一户三面單邊三面通透嘅。個私隱性都非常高嘅。係啊，咁呢度一樣會有三四個方嘅飄梯打後交付啦，一樣都會見到我哋一個雙大景觀，雙景觀。你望嗱，想安靜嘅，我哋望翻遠洋湖。咁如果想熱鬧啲嘅，我哋望翻我哋嘅華僑城小學。嗯。嗱，而家好多家長係接送緊啦，一批批啲學生喺度出出入入啦。OK， 咁而家咧就睇完呢個係零一單位啦。係啦。零二單位同零一單位其實感受俾我對比咧，其實好難選擇嘅。係啊，我都好難選擇，包括好多業主佢叫我去幫手佢選擇，我都選唔到啊。因為這個就更加通透的環廳設計啦，那邊就是推門湖景的設計啦。其實兩套的景觀呢，你入到去的感覺都是很舒適的。如果是揀的話呢，其實都比較難揀，因為兩套面積都差不多，價錢呢總價可能都是相差幾萬元。是啊，幾萬元的總價。如果我想買這個大一點的，揀到這邊咁都 OK。 咁如果我想揀另外一間呢，其實面積又夠喎。要點揀呢？咁呢啲呢就睇返到時住係鍾意通透喎定係實用啲囉。係啦，嗱咁呢套呢喺今個月都會做咗，攞咗一套可以講話靚樓層。幾多樓先？因為呢個靚樓層唔多㗎，可以講話我哋而家板房喺18樓啦。咁我都係比較推薦係18樓以上，因為大家可以見到兩館一公嘅一個頂嗰度嘅。因為如果我哋低於18樓之下嘅話，問水啲，即係睇湖景嘅面係冇咁廣嘅咯，可能會一線咁咯。咁如果呢個18樓，咁好似仲剩翻19樓啦。19、20，我唔記得有冇啦。反正係20咁上下。有一個23、24，咁之後就冇啦。冇啦。係啊，我都賣得七七八八啦。咁呢個今次有冇咩特價先？呢個都會攞咗個連層。可以講話23樓都會做翻個特價嘅，咁可以講話呢套單位我哋之前賣大概一次性嘅話，就咁多折扣啦嚇。咁我哋依家按揭嘅話都可以享受呢個特價，就係可以講話160萬。160萬。上車華僑城無敵景觀，咁呢個係143平嘅，只需要160萬，仲可以做嗰個按揭。係啦，做按揭，因為呢套單位包括真係。我哋精心挑選咗呢兩個，可以講話連樓層九月份慶開學都會做翻個優惠，真係可以講話比我哋之前嘅按揭係平咗成10萬蚊嘅，係啦，10萬可以上車，咁可以講話50幾萬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呢個單位啦。等於50萬首期，然之後其他啲費用咧就攞嚟做一個分期啦，你可以慢慢去供呢啲單位，就唔需要話你一次性攞個100多萬出嚟去投資一間物業或者買嚟自住，咁你可以。做分期之餘咧，就慢慢去還咯，因為次做分期嘅話，就唔需要話你咁急去攞一大筆錢，因為華僑城咧付款時間都係比較急嘅。係啊，因為相對嚟講，我哋可以供嘅20年啊，或者30年，每個月即係可以講話係5000幾、3000幾、4000幾，可以講話喺香港嘅收入嚟，好濕碎啊！係啊，Jerry 供翻套，係啊，Jerry 我都同佢講過啦，講咗幾次噶啦，似呢兩套單位，我叫其中揀一套噶啦，因為。價錢咧，的確係唔算貴啊！因為咁嘅景觀，86萬，基本上好少城市可以揾到啲咁靚嘅景觀。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其實華僑城咧，的確係比較良心啊，已經算係。因為而且帶咗裝修嘅喎，我哋所有見到嘅都係一個交付標準，包括我哋所有見到嘅景觀都係永久景觀㗎啦，係啦。OK， 咁今次咧，我哋主要就係回顧翻呢個01、02嘅兩套特價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可以聯繫翻我哋中天或者聯繫我哋唐生啦。咁我哋咧都會派專人去一對一拍啲特價單位俾你睇睇嘅。因為呢啲單位咧真係可能上一秒講完，下一秒就俾人買咗啦。
如果有意向呢兩個單位一定要手快、一定要手快，即係分分鐘係我哋可能、因為我哋拍完片之後仲需要剪輯啊，仲要編輯，跟住仲要排隊上片嘅、可能分分鐘我哋上咗片之後、可能都會冇咗呢個單位，所以其實一定要手快咯。及時聯繫翻我哋仲有咩樓層啊，去選擇翻呢邊呢啲單位。OK， 咁今期節目咧就到呢度啦。咁大家記得啦，如果係有留意開華僑城嘅，想了解啲具體價錢，可以即時揾翻我鍾軒。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嘅資訊，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再順手俾埋個 like， 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啦。